7月19日，周深穿着去年生日直播时穿的生日蛋糕 T 恤亮相厦门机场，准备飞往青岛继续录制舞台2023。一下车就收到了小礼物，深深很有礼貌的和粉丝们打招呼，一路鞠躬到检票口，然后乖乖的排队等候检票。王鹤棣、田曦薇、大凤打更人开机路透，开机大吉。大凤打更人是一部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探案与仙侠相结合类型的网络小说，作者是卖报小郎君。大凤打更人自2020年6月上线，2021年8月完结，创造了起点中文网最快10万军定、起点仙侠第一本10万军定、起点高定纪录创造者三项纪录。该书长期稳定在销售和月票榜前二，获原创风云榜2020年度男生总榜第四名，是2021年的爆款作品，引起了探案与仙侠相结合的创作风潮。作者巧妙地将俗世朝堂背景、百家文化与仙侠修炼结合起来，并设计了一个个精妙的案件作为引线，一步步展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全新世界，为仙侠题材的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在第六届阅文原创 IP 盛典中，大凤打更人获得年度最佳作品、年度男频人气十强、年度东方幻想题材作品及年度影视改编期待作品四项称号。Thank you.